命定之人是应命还是应劫？如此凶烈，真不知拔剑给你是对是错。敢和我们西厂作对，你还想逃到哪儿去？西厂手段狠辣，最好不要招惹。百代繁华一朝都，谁非过客？千秋明月吹角寒，花事也。炎黄提督一出手，必叫你生死两难。前路危险，你还是暂时躲躲吧。能够掌握命运的，永远只有强者。